风转雷，转到了上山盘雷，就只是长几年雷，形成了战国又战成了他。盘盘的圆，金花儿、银花儿呀，金线盘，盘中开那个开罗线，到了那个神仙之家了饭呐，到了那个人间盘。你这是什么鼓啊，哥们儿？萨满二神鼓。啊，萨满，就跳大神那玩意儿呗。跳大神是大仙儿，这是二神。啊，就啊，就是这个赶不上跳大神那个，就比跳大神的大仙儿第一个级别是吧？对，他是给大仙打下手的啊，打下手。你哪方哪府的？大仙一上身，你怕记者不知道啊？二神打呀，但没上身之前，他得跟着玩玩叫啊，就相当于大仙的助手啊，这玩意儿。二神下边是山海，山海下边是帮兵啊，帮兵下边是拉马。啊，这么多级别呢、哦哎、大神上面还有法师呢啊，大神上面还有法师、哎、就啊就萨满教级别是吧，对，嗯，等级森严呢，真是等级森严，挺老的啊，就是你刚才你敲的是老的不，这新的啊，这是老的啊，待一会儿您啊，你这是学过呗，这玩意儿呢，二神能学一半儿，啊啊，大仙儿不能学，天生给多少都是多少。啊，啊，耶！三旁那个喇嘛为帮兵，中南我领着我的姥姥的北王往前走，往前行，叫声我的姥姥的北王的平阳山。哎，行，这回行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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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豆腐卷大葱，干啥都成功。干啥都成功。干豆腐卷大葱，干啥都成功。啊，咋这么卖的？那你喝啥呢？你喝啥？你对，你喝。一个四碗。嗯。我比你哪能漂亮，这摊儿是太多了，这摊儿哎呦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啥手法？来一个，你给钱管吧，你这个劲儿过去了，你过这个村没这个店，吃这帽子没这个圈，出这屋没这院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交流会就是赶的机会，头了，大师累了啊！大师累。要他的帽子吗？回来，大哈。这出点问吧，帽子可以算一下，跟卖猫似的，帽子可以。谢谢。哎，好。这么高个儿啊！大高个儿，这网红大咖这是。哎呀。